我真是无语了，就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啊，掉去了，这掉哪儿去了？好了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来到《西游成解说》，叫黑神话悟空啊。咱们今天来这个打这个抗金龙啊，太难打了，好吧？咱们跑到前面去，我看看这个他们说的那个办法好不好使啊？看到血条，好，血条看到了，然后就我们就往小树这边跑啊。他们说搁这好使啊，好，然后呢，他可能就哎没过来吗？他来了啊，准备啊，等他过来，好，放电了啊 ，OK， 准备好啊。定风珠啊，好，他下来以后咱就打他，大头也放出来，打他，打他，定，打他，继续打他，打他，接一棍，打他，我的妈，这也太快了。钢筋龙死了啊，我真是无语了，就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啊，掉去了，这掉哪儿去了？是不是很快啊？就记住那个小树啊，别给他喘息的机会，一直打他就对了。我的妈，这是哪儿啊？是从冰面上掉下来了是吧？这谁呀？咦，你谁呀？我懵了哦，这不是上回跟我们打架那个爱放屁的那个马猴吗？不是吗？哎呀，做了个梦吗 ？OK， 咱们瞅一眼啊，这是哪儿啊？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啊、嗯，哇，这什么呀？好大个顶啊！浮屠界，浮屠界。哎呦，这边有个哦，是我们关着的，我还合计谁呢？小伙伴们记住啊，打那个抗金龙啊，别给他机会，你就站在那小树上一直揍他就可以了。OK， 得到一个东西啊，有人在说话。OK， 咱们瞅一眼啊，这个叫浮屠界，给他一棍。Hello 啊，你是谁呀、啊？这股子骚味真是谁啊？哦，里边有人跟我们说话，你怎么人傻了？招呼，听劝一些啊，黄眉老怪，费尽心机打造的牢狱啊，黄眉老怪。好、哦，听他说完话啊 ，OK， 逃不过。他说你是谁呀、啊？不要一意孤行，不听善言就是聋子啊！我看他还重复啥不啊 ？OK， 再见。来，咱们先把这边过了啊。蘑菇，咦，这什么呀？啊、哦，来收取一下灵力啊！没想到这个抗金龙我一下就过了，给我干懵了。我好顿准备呢。哎呦，咋的了？哎呦，出幻觉了。哎呦，怎么这样呢？猴子猴孙出来打他！我去，我的妈，把我卷起来了，我挂了。什么鬼啊？我是挂了吗？哦，坠亡，我被摔死了。那我这咋过呀？隐身过去吗？哎呀妈呀，闹鬼了这地方，慢慢过吧。那这玩意儿咱们怎么打呀？哎呦，我就不敢过去了。我这样呢，我看我就给他打死吧啊！哎呦我去，哇，这好强啊，小伙伴，这浮屠界给我有点干懵了啊。没事没事，咱们适应适应啊。那个是能打死的，不过那个三只眼睛那个东西啊，怎么感觉好几个呢？咱们先把小的打死。这不是啊？哦，他已经开始废话了啊！哎呦我去，定身术没了，我的个妈，没完了你呀、啊！哎呦我的，喝口药啊，这还有啥没？没啥了啊，这个恶心，寒，有点冷了，打死，小心点啊！又来这套。哇，这玩意儿伤害也挺高啊！还有什么吗？慢慢来啊！这也被锁着呢，这锁的是谁呀 ？Hello， 他不理我啊！前面有那个庙啊，土地庙，来先定一下位置啊！哎呦我的妈，我这衣服怎么这么破呢？这是我穿的那衣服吗？铸造兵器，这啥呀？抗金70，这个是66，暴击6，天赋导算打替为雷电攻击，来吧，行吧 ，OK， 行啊，不错，抗金啊，跟我那一套衣服应该是一样的吧？哦，这棍子好像个玉的，这边过不去了吧？我看。看一下啊，传送先第一步看看能不能买点什么，啥也买不了啊。OK， 然后呢，看一下传送啊，小西天浮屠界这儿，我们现在就搁这儿呢啊。走，再往前串一串啊，把他打死啊。带武器的是坏人是吧？还可以，死了是吧？采集一下。OK， 我这个衣服呢，我实在是不喜欢这个啊。我喜欢哪个呢？我喜欢这个是吧？行者套装，还有这个，我特别喜欢这个啊。行者是吧？这一身行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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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问题。行，然后呢，这个啊，加上这个 OK， 然后呢。这个加一个这个，这一个是得经验的啊，得灵力的杀死对方，然后呢还有个是加速的是吧？这样蓄棍力特别好。你我的妈，移形换影打死他！好，回一下血啊！我又迷糊了，有坏人吗？谁？采集一下啊！哇，这也能出去吗？这也能出去。猴子猴孙定身术，我把他打死，打死他！我吸取一下啊！这什么玩意儿？哇，收了这么多，还有人吗？好，咱们再往这儿走啊！拍死他，吃口药啊！缓一会儿，纯身棍把他敲死，再等一会儿啊！这边没有了是吧？这边过不去。得那边才能过去，纯身棍啊，锤死他，定身术，吃个药啊，大头，我给他敲死，收一下灵力啊，哇，这边好难打呀，这个行者套呢，属于初级装备啊，啥也没有吧，小心点啊，把他敲死，还有没有人过不去啊，还得往前走，没落下什么吧，这还可以当个灯泡啊，你看是不是亮了很多，纯着棍啊，这边进不去，这里边有个人，没看着啊，等会啊，好，就他了啊，把他弄死，把他打死，哇，这棍子好帅啊，带雷电攻击的啊，啊，这个棺材啊，打开瞅一眼，看怎么回事，什么东西啊，哦，那个。冰铁砂啊，这个东西是做武器的材料，反正很重要的材料。这家被关死了，这上面能走，纯棍啊，敲死他。还有一个啊，
啊，咱们等一下啊，把这箱打开吧。有个小盒子，什么东西？哦，针丸，看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吧？哦，些许加这个也，我看看啊，这个是恢复气力的哦，恢复气力速度的，这个暂时用不上啊，把它敲死啊。纯山棍，哦，摔死了。还有吗？还有人在叫呢，这边是上不去了吗？上不去啊！我的这个鬼地方，我去，这大顶。好吧，小伙伴们，我们下一期继续瞎折腾啊！咱们已经捡了不少宝贝啊，顺着这儿再上去啊。OK，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啊。